管中闵有其专业，新校长说下周处理台大校长案。交接印信，争议不断的吴茂坤今天接下印信，正式上任教育部长。对于自己到底有没有附中兼职，他再度澄清，也提到管中闵案。管先生，当然他有他的专业，那么这些事情哦，很多都我不是完全了解，我当然进一步了解以后，才能再多说。中国很多的单位其实对我非常尊重，不是只有我的专业部分啊，因为我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我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，这个身份在他们来看是很不一样的。吴茂坤强调，下周将召开第二次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，希望台大校长争议快点落幕。而他也提到自己有个两岁孙子，上任后要持续落实108课纲、幼儿教育公共化和高教生根计划等，他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，让孩子在各种最佳条件下发挥能力。